牛，昼夜晴空晚安安，笨牛。好，今天来继续开这个女子高中生打僵尸。上次隔了一个月没有碰，上次只开一次而已。本来想要练等级，可是后来也没什么时间，所以我的角色等级完全没有练。然后因为他那个角色等级太低，后面也不好打，他的那个进行方式跟那个地球防卫军是一样的。蟑螂钢弹晚安，感谢喷喷。不是闪乱神了，不是闪乱神了，闪乱神的只是背景而已。闪乱神了，好像是三月还是四月嘛。要出最新的，到时候再说。好啦，祭酒还有主人晚安安。这款作品我一个月没有碰，所以操控完全忘记了。等一下要先摸一下。那不是我设定，等一下，装备变更设定亮度，
移动速度。复活攻击。给了兔。瞄准。离乐的关空。使用物品。脱衣服。触控板。降头。加速。雷罗万。回避是哪万。麻身。攻击力。命中精度。于是。装弹数99，连射，装填速度，攻击力，天野哲文，呵呵，终于肯射，现在完全忘了怎么弄了，距离上次刚好满一个月，上次1月20号，1月20号开的。冬天是啊，太久没事。手感要稍微回复一下。攻击力破坏。回忆一下指尖的感觉。是这样讲没错。攻击力。
15分钟。目前没有捡到什么比较好的武器。先摸索一下。要先从第一关吗？24。之前跑过的就可以重新选择角色，之前没办法，刚开始的时候必须用指定的角色。先来练习练习射一下手指头搓揉的感觉，重新摸一下，搓揉它的蘑菇。这块是5，这量是5，调整一下移动。托米拉的速度，13，看看，调整2跟1。3，看一下物品，W1，晚安。
你呢？为什么自动锁定都会瞄准到快那个鸡鸡那里？那有一个辅助锁定。超神奇的，自动瞄准鸡鸡。校内に誰か残っ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し、助けなくちゃ。の、小ピ。蛋蛋，僵尸没有蛋蛋，僵尸只有鸡鸡没有蛋蛋，他们的蛋蛋坏掉，蛋蛋臭掉了，僵尸的蛋蛋过期了，烂烂的。所以看一下 B C D， 嗯，这个只有 D 而已。再稍微打一下看看，现在是在练习中，后面的剧情还没有过，要稍微恢复一下手感。ダメだね、私。やっぱりあの日から。パパとママとお兄ちゃんが事故でいなくなった時からずっと。で、作品一ヶ月没有碰了。薙刀も全然強くなれなくて。其实本来是想要稍微先练一下角色的等级，再来进行后面的剧情，因为他有时间限制，你等级太低。后面不好打。大丈夫だから。リサには私がついてる。ね。だから安心して。さゆり。ありがとう。でも。でも？でも？でもでも。ごめんね。もう。でもでも。見つけるの？どうやって？え？おお。うん。校内を手当たり次第に見回って。ねえ、私思ったんだけど、職員室に行かない？うん？職員室？でも老师办公室。うん？それで。少年ファンさん。確か2号館の2階。2組の教室に緊急通信の機械があるから、うん、そこに集合してもらって救助要請を送ろうよ。うん、どうかな。それだよ、さすがリサ、頼りになる。え、そう、そうそうそう、行こう、職員室行こう行こう。あっちかな、こっちかな。有倒数五分钟，好呀，倒数五分钟，距离目标在下面。破けたくらいなら縫い直せるけど。好像鸭子才能跑。好，请往下面。
ストンタン。ストンタン。可爱的僵尸叫ストンタン。发音叫宗宗。放松放松，全国放松。哟，紫霄晚安。嗯，感谢喷喷，获得新的武器。嗯，什么章章？今夜的张张，你要舔舔。顺便把之前的等级比较低的把它弄起来好了。隐藏指引。是啊，隐藏的。那这款作品的进行方式就是跟地球防卫军是一样的，每一个任务有时间限制，然后你要练你的角色等级，那在进行过程会捡到武器。就是会随机捡到武器，好像会依照你的等级还有难度会掉攻击力不一定的武器这样子。できないよ。さゆりなら絶対逃げないで残ってると思ってた。私のこと探してくれてる。まあ、もう自分の等級は很低。私もさゆりのこと心配だったし、リサ、ありがとね。心配してくれて。当たり前だよ。さゆりは小任務。他有支线小任务，可是我没有解。然后，いつも心配かけてるの。是有剧情的，主线任务有剧情，是不至于要解谜，但是你要怕麻烦的是时间限制，有的时候还要找东西。私もリサみたいに頭良かったらな。そんな私。娘的，もう歩ける？今天出门太久了，渴渴渴的。どうするの？これから。逃げるにもまだ校庭にはゾンビが。分かってる。逃げる前に校内を探そう。探すって何を？生存者だよ。まだ誰か取り残され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しょ。だったら助けないと。武器をどうにかしないとな。目前这边是第一阶段的剧情。那上次是打到第二阶段，可是后面卡住，等级太低。空气不好。外面的脏空气太多。私が守るし。好玩。没有，不是冲破。
是根本没有跑完，现在再稍微打一下前面的，当作练习。嗯，なんでもないよ。嗯，衣服越少防御越高，有吗？これでよしですわ。嗯，邀请我的目标呢？在下面，下面。觉得移动有点慢，OK， 好，可以点。落ち着いて、深呼吸。哎，楼梯呢？刚才浪费时间了。等级太低了，然后面真的不好打。好吧，现在回来看一下，原本那个后面的主线。那真是。他这一个，因为还没有过关，所以是指定的角色。School Girl Zombie Hunter。1号館の地下に外へつながる通路あり、厳しく守備せよか。このメモ、その気持ち悪いゾンビが、本当にもうね、比2058简单也还好吧，可是因为它有时间限制，它很麻烦。意外とゾンビというの、任务只有5分钟的时间。当然2058有一大堆解谜的，比较麻烦呢。
ごめん。そ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るのならば、私ぜひ楽しみますの。いかがかしら。もし罠だったらどうする。自分から敵の支柱に飛び込むのか。もうそんな、私はこんなところでじっとして救援を待つだけよ。自らの道は。怎么？二零国法？只知道一直在戳戳戳。戳戳什么东东？なんだと？ちょっとレイちゃん、やめなよ。いいだろう。私も行こう。本当に外に出られるならば、それに越したことはないからな。あの、私も行きます。リサも？だったら私も。いや、秋はここにいてくれ。そして、他现在指定的角色等级太低了。はい。じゃ、マヤヤも休んでるね。怪物。你说那一群变态啊？拿小刀冲过去，深深的插入体内。然后搅动搅动。その通路っていうのに、その興味あるし。よし、頼むぞ、久保田。では、パーティーは私たち3人ですわね。リサ。何、さゆり。気をつけて。無茶はしないでね。では、行くぞ。如果等级高的话，血量比较多，然后武器。死肥猪！哎，冲过来是谁？有时间限制。嗯呀，咋会突然冲出来？
还有两分钟。好，楼梯。20秒。10秒。これだけゾンビが集まって、勉強通過、好险好险。メモの命令は本当かもしれませんね。しかし、肝心の外へつながる通路というのは、上次打不过是因为武器。ガセなんじゃありません。武器的等级太低。不过目前武器的等级还是不够高。嗯，为什么要脱衣服？因为那个衣服破掉了啊。在衣服完全被打烂掉之前，把它脱掉的话，衣服身上有你穿过的味道，那一群僵尸会被吸引过去。那它有一个设定就是。你的小裤裤穿得越久，那个味道越重。在你的装备道具栏有一个小裤裤的计时器，它会统计你现在小裤裤穿的时间。太喜欢味道很重的一群死变态啊，等级上升了。服の買い、やった。OK， 有捡到新的武器，还有服装。谜一样的地下设施，看一下新的。厕所。终点速度90。
민정진도 攻击力70，2.70。 没有捡到比较好的物品哦，服装呢？嗯哼，贴身泳衣，任性的这一只，它的小裤裤穿了17个小时。 嗯，好像有啊。嗯，怎么多只能鱼？ 17小时，这只20小时哦。秋叶穿了20个小时。 速度90，攻击力65。 定角色。 開始。才刚开始打僵尸没多久，肚子又饿了。自然にできたものなはずがないな。いつこんなものが。ほらほら、景色なんて見てないで。
どんどん先に行きますわよ。金崎、勝手に進むな、危険だ。行っちゃった。人の話を聞かない人なんだな。隠藏在学校的地下设施。神秘组织。行こう。はい。ここ何なんでしょう。暗くて金属的で。小白哥晚安。まるで何かの工場。いや、研究施設みたいな感じがするな。やっぱりゾンビの拠点なんでしょうか。表面是学校，其实しかし地下。隐藏在地下的设施在研究生化病毒。重要な意味があるんだろう。应该是这种发展。随分開けた場所だな。この部屋、なんかすごく怖い感じがします。怖い感じ？うん？あら、面白そうな機械がありますわ。このボタンは何かしら？感觉很有趣的机械。这个按钮按下去会怎么样呢？いい加減に。看到按钮就按。No， 摁下去。看到突突的就按下去。もう、勝手なことをするな。あら、失礼。つい、先輩、ゾンビが。囲まれたらまずい。地上まで駆け抜けるぞ。こっちだ。はい。金崎、早くしろ。置いてくぞ。逃げなくてもよろしいのに。No。ボラリリリ晚安。一人で戦っても観客がいなくては面白くありませんものね。お待ちになって。完全大小姐的那种。探索ミッションだ。缓慢。高贵又缓慢。看到兔兔的就按。为什么这把补子弹好慢？昨天好可惜，昨天什么东东？看不到实况内容。回収する。よし。谁都不痛啊。结束。Okay.
呀，还是两分。说可能。他把敌人清完，哦，开了开了，还有1分18秒。看血量，哎呦，那死掉的话，所有的物品都没有了。嗯，终结速度80啊。贯通。哦，猎人的贯通弹。他可以贯通你，贯通你的身体吗？哦，我的血量是绿色那一个，刚才没有。刚才没有注意到血量。
还有两分半。地上爬的还有一分钟，一次根本不知道啊，他到一个阶段就会把通道封起来，然后你就过不去。スクールガールゾンビハンター、やった。探索ミッションだ。始めるぞ。爆炸的超讨厌。この程度ですよ。
时间不够。剩下30秒了。攻击力不够，就是这样子，后面不好打。之前本来是想说先把角色武器都把它练高一点，然后再来打，可是后来没有什么时间。难度就是这样子，时间限制。ゾンビハンター。探索ミッションだ。始めるぞ。まだまだですわ。リロード。
リロード。对啊，中断好吗？时光了啊，然后被围殴，武器等级太低了啦，要打。那来把稿子献好了。所以才说啊。后面的剧情打不过去。スクールガールゾンビハンター。武器等级，还有你的角色等级。こちらは ZPF です。通信になります。あ、通信を。はい、こちら霧崎高校です。今、他就是采用那个。地球防卫军的那个做法，后面的剧情，你必须要先在前面把等级还有装备弄起来，后面才能打，要不然根本打不过去。而且他时间只给你五分钟，超短的。
起码给个十分钟啊。用枪打僵尸好吗？那是因为现在的武器等级不够高，不然我也想打快一点。捡到一些武器呀、啊，但是它的等级是随机的，而且是看你的角色等级。大根，对啊，我也希望有一些强力的武器啊。啊，家族の写真だ。但是现在，みんな大丈夫かな？角色等级太低。拿到的武器等级也很低。对啊，这个就是要你去打前面的任务，然后赚经验值，还有刷武器，要不然后面根本打不过去，因为他只给你五分钟。ありとあらゆる武道に通ずる、まさに究極達人ですわね。什么？其实飞起来了。この崎さん、有吗？知ってますね。私も心得がありますので、ご孔明は金がね。私は武道にも疎いが、達人ゲンゴロウ丸の名は聞き及んでいる。きっと素晴らしい方なのだろう。そうですね。武道においては私がお風呂に入ってると一緒に入ろうとするのはやめてほしいですけど。那今天先把那个支线稍微打一打。もうやめてほしいけど、ふんどし姿で家の中を歩くのもやめてほしい。目前的等级。剧情模式会卡住。你要打？困っちゃうよね話して、達人を貶めるのはおやめになってちょうだい。聞きたくなかった。いいすいいすいいす。新しい武器発見。新的狙击跟下杠。两把手枪，它就是让你打支线任务，然后捡武器，顺便赚经验值这样子。攻击力30。
颜色速度。分数失误。好像也没有比较好。问题是等级太低了，我的剧情任务打不下去。我必须另外找时间先把角色等级练起来，要不然我后面根本过不去啊，这样子。它的难度就是这样。どうも、霧崎高校の姫路まゆやです。救援物資が欲しいんですけど、いい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では、これからドローンを乗せて送りますね。ありがとう。アンナさん大好き。那顶多就是先来打一些支线吧。回収ならマヤヤにお任せ。またゾンゾンだ。ホームラン。今の拾った。ゾンゾン。啊，是要解决另外一边的。
中长，中长，中比就是中长。嗯，差一点点。有两把新的机关枪。妈呀呀，他都把张比叫做中长，因为是中比，中长。 等一下，新的攻击力15，装点数8。嗯，装点数60，好像没有比较好啊。 速度要高一点，攻击力15。 速度特化。
好，再打这一个。啊，这个支线打完就休息哦。スクールガールゾンビハンター。ゾンゾンと戦うのも飽きてきたな。そうだ、気分転換に何か救援物資を送ってもらおうかなっと。うん、今天那么早？不是啊，后面的剧情打不下去啊，等级太低，然后我肚子饿了。何か高貴な救援物資をお願いします。重点是我肚子饿。等级不够哦，后面根本打不过去。もう来たんだ。仕事早いな。それじゃ、お楽しみ箱の回収にレッツゴー。回収ならマヤヤにお任せ。いや、どうしよう。じゃあ、あーだ。おお。おお。どんどん。等一下去吃啊。36秒。スマホがあったらの。30秒。不够啊！哦，后面怎么这样子？啊，哎呦，娘的，拖太久。
くよ、なんと。スクールガールゾンビハンター救援物資を取りに行くよ。拖太久了。これでよ、全部倒す。手応えあった。これでよし。手応えあった。これでよし。那边前面拖太久啊。散弹的面积很大，但是攻击的如果伤害会降低啊。而且他这个任务时间只有三分钟呢。任务时间只给你三分钟，スクールガール ゾンビハンター，其他的有五分钟，他这边只有三分钟，救援物資を取りに行く，会不会太迟？これでよし。よっと。
前面浪费太多时间了。这边的僵尸没有冒出来，只有警察那边遇到 bug。 我们那边门口不是一大群僵尸，结果这一次没有，只有那一边的警察。啊，別の家族写真だ。あ、これ去年富士山に行った時の。旅行か？いえ、修行です。お、修行？それって修学旅行、略して修行じゃないよね。毎年1回おじいちゃんに修行に行かされるの。うん、起码旅行官の富士山をずーっと行って富士山に登頂で应该是 bug 吧。帰ってくるのよ。怎么刚刚本来那一群僵尸都不见了？这样打得就很快。私、秋葉さんがゾンビ以上の化け物に見えてきましたわ。それもそうだが、久保田もこう見えて実は。あの、何か言いました？ん？いえ、何も。等级上升，新しい武器発見，拿到新的机关枪，还有什么狙击？那今天的进度先到这边，后面也打不下去，角色等级太低啊。然后剧情任务的时候，他会指定专用的角色，那这样等级太低也过不去。没关系啊，后面也打不下去。就算要打的话，
也只是必须要刷经验值啊，就是前面的关卡要一直打。那这样子一直看重复的内容也不好啊，所以我就想说另外找时间先把经验值弄起来，再继续开剧情。对啊，新闻。什么东西？你哭？刚才已经已哭过啦，刚才。什么？右边第二个是什么？右边第二个，这个吗？哪个右边？右边第二个，右边数过来第二个吗？废特，你说这个吗？这一款也是收的，还没开啊。一开头，是啊，当然还没玩过。我在脸书有讲啊，那个之前在脸书就发过啦，我有拍照片了。说了都还没有跑啊，没有那么多时间。这个也是啊，还没有跑。手边欠太多作品了，都还没有跑。什么开头动画？到时候再看哦。两颗灵魂也还没跑啊。这个《战地风云》是不是？《战地风云》也还没跑啊。还有什么？这一款也还没跑啊，这一款也还没跑啊，这一款也还没跑、啊，更别说这三个都还没跑完。然后 PS4 Pro 上面的也有一些作品也还没跑啊 ，VR 也有一些作品也还没有跑。欠了一大堆，然后 PS3 上面也有一些还没跑，然后美大陆 P 呀，全系列也都还没跑完，时间根本平常能用的时间不多啊，就是这样子。好吧，那先到这边了哟，那先到这里了。好，那先晚安了。Thank you for watching。这款作品，到时候先把等级练上来了，再来开吧。要不然根本打不过去啊，超可怜的，有够悲伤。啪啪啪啪啊，记得换胖子。是啊，拿东西肚子饿了、吃个鸡鸡。游戏20个小时秒换。
好，今晚安安。喵喵喵喵，啪啪啪，喵喵喵喵。